家早安。早安。嗨，我们今天来那个花莲的三站溪，然后我们今天走的路程大概走一下就会到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挑的是简易路线，就是说在你流汗之前就会到的地点，好不好？到了，到了。请问你还好吗？身为一个专业的，这什么恶心的东西？可是我头发好像不太搭。对啊。真有。下来吗？要下来吗？好，我在逗你。有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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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来到了。到底步是怎样？同门。讲究两，要来买刀。哎、欸，那这样，好、啊，没有，看一下。不是适合，但我穿看起来有合身的。这一切都有在录影之中。哇，完蛋！这个等下买刀就是砍你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前面那个怎么了？他扎下去了。他常常这样。全部正常，请佩戴好口罩，谢谢配合。要买一个哎、欸！好屌，好屌！哇塞，但这才是超热量的。阿美食包哎！我们现在在一个部落卖刀子的地方，先生。请问你看了刀子有满意的吗？身为一个户外人，职业的专属了解的刀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是哪里？爱买花莲。花莲爱买，我们要来买那个晚上的食材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宣布。说。就是呢，你们晚上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，什么游戏？就是你们三位女士要来帮大家做我们的晚餐。屁嘞，共餐鬼！请大家冷静，请大家冷静，这样会黄标，好不好？大家冷静。好，那要吃泡面吗？不管，一定是泡面啊。然后呢，我再跟你们说，你们用的器材呢，就是我们GSI的套锅，套锅就是它有两个锅子，一个煎盘。然后两个锅子，一个是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，然后一个是单纯的煎盘。那这个会让你们用抽签的、欸。这里有搞、啊？我没有搞啊。你好，你好。搞在这里。抽什么签？搞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好好。会让你们用抽的去看是谁抽到大锅小。好，补充一下，刚忘记了。那个，我们。我们三个人。你要被惩罚。你们等一下。惩罚关主。对啊。这就我。没救了。哦，我跟你说。我们会有那个惩罚跟那个奖励，奖励就是呢，先买棉花糖吗？请问你们是对几个叔叔没什么信心吗？你们为什么？我们只是对便当比较有信心。便当。我问你，你觉得等一下你要煮菜，你有信心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我不煮菜的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不煮菜。那你我不知道、啊。那如果我连那个等一下那卡式炉怎么开我都问号哎、欸。不是，你觉得你抽到哪一个你最有信心？玉米浓汤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。
只能拿手菜。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很难过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问多了，你抽到哪一个菜你会比较有信心？水果。我靠！好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你们也会的、啊。哎，好乖哦。但是你的很扎实哎、欸。隔壁腿毛，隔壁腿毛，是不是？大家晚安。Hello。我们终于要来煮菜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位于的地方是花莲的崇德一农场。我们帐篷刚刚千辛万苦搭好了。千辛万苦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决定煮菜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不能让你们太轻松。对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三样道具，还有三个锅具，就是要让你们来抽。现在桌上的三样道具会分别代表着三种的锅具，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它代表是什么，只有评审团。待会我会评审团打声招呼，待会我会跟他们确认一下，我很严肃，究竟要用什么样的道具代表什么样的锅具？先不要看，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你们煮菜很辛苦，所以也有给你们一个福利，就是你们在比赛的途中，如果需要仆人。需要使唤的话，刚刚那两位评审男士就是你们可以使唤的对象。但是如果你们对他没什么信心的话呢，也都可以不要使用他们，没有问题的。那可以找那个录影的人吗？我也是不排斥啊。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还没吧？还没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好，大家再见。不行，这样子。你们三个先猜拳。好。来决定先后顺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猜第二个跟第三个。啊，你就是最后一个，你先思考一下这三个东西，你觉得它有可能代表是什么？请问要公布答案了吗？不是，你拿的时候你要看他们的。对，你要看他们意思。两位评审男士可以先来这边一下，你们的表情非常重要。你要看他那个平底哥的表情。那个两位请保持专业哈，这个部分一定要专业。对。再给我一个这个刀的表情。好，还是问答案的，问答案的。那我先问你，你最想抽到的是哪一个？以这三个锅具来讲的话，小的小锅，好，不是小的中锅。哦，中锅，中间这个。对 ，OK。你打算要煮什么吗？汤。哦，加热就好了。没错。好，加热就好。那请问你要抽哪一个？不是加热。嘴巴闭。现在我来控制，不要乱。好，请问你要从这三个道具之中选哪一个呢？我选这个。好，那你先拿着，先看一下他们的表情，他选的那一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好的。它代表的是其中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应该是这个。好，评审现在交头接耳了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他们宝宝已经在后更换了。没有，他那个都已经打好了，都在手机上，我们待会会检查。好。第二个，觉恩，请问你从刀子跟鳄鱼之中，你到底想要选哪一个咧？你要看他的表情。我先问你，假设刚刚曼玲她最希望拿到的是这个，那如果你在这两个之中，哪一个你会比较想要拿到？那个大锅吧。大锅？为什么？你如果用大锅，你打算要煮什么？煮面，意大利面。听起来不是很乐观，你想了很久。好吧，不管了。请问你要选鳄鱼还是刀子？我要选鳄鱼。好，你选了刀子。不，你选了鳄鱼。所以说瞎话的能力非常强。他选了鳄鱼。我只有刀刀了。好 ，OK。罗拉，对，他就只有刀刀可以选。好，你们现在都拿好你们选的那个代表物了。是。那个锅子先不用随便拿起来，那个还没，不用这样子，你会给评审有压力。是哪一个？我们这个绝对是公正的。评审这边，评审手机刚刚都打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所以说刀子哦，那我们请那个赖先生
那评审来为我们宣布一下答案。答案，你一个一个宣布，从那个第三名开始。第三名是你吗？对，刀子是吧？是。刀子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用具呢？刀子的话，不能。Oh, yeah! 糖果被拿走了。好，第二名。第二名是鳄鱼。鳄鱼，你想要？你说你想要这个？对，我想要这个。恭喜你。是这个。哦。碎碎碎。请问煎牛排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们担心。我这还没煎过东西耶。还有金针菇奶油。金针菇奶油金针菇，没错。前你是不是很担心？那大锅就是我了。我能帮你，对，就是大锅了。没错。好。你们现在都已经选好你们的要用的用具了，是是，所以你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煮菜啦。我想问，这个金针菇是要先切再洗，还是直接洗？完了，完了，要那个救援，救援，救援队，赶快！这个要用生水煮就好了吧？那个我是用这个煮，但那我是用这个切哦，你第一天买，你第一天买就那就用那个，我刚刚洗过了，刚刚洗过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九恩组这边。对，好像有点困难。你确定那是头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屁股？是这边是头还是这边是头？你是要切掉头还是切掉屁股？是要这样的啊，这个我还是懂的。哦哦 ，OK， 我们误会他了。是需要切这么多吗？我就这样喽。但是哇，欸、不错哎，好想买这个下刀子。哎，这个刀，哎，明天可以去买吗？这很夸张，这这么危险的东西，还叫这么走？重点不是刀子，重点是九渊的厨艺到底行不行？哇，这个刀超厉害！ Okay, okay. 所以目前看起来，那个我们的马丁应该可以暂时帮九燕处理目前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下一组，罗拉组，他独自已经开始在做切菜的这个动作。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啊，就是他在分享说怎么样切洋葱，洋葱不会辣。他就是说这个洋葱的头呢，这个头先不要把它切掉，就比较不会让眼睛流眼泪。啊，所以你现在？我现在没有流眼泪，还没有。我证实了两次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有效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所以你是说那个头先不要切？对，头先不要切开，它就不会辣你，它就不会那么。好，我们待会再来确认一次。其实已经在哭了。对，这个是要下在汤，让汤有甜味的。那我们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慢点煮这边，这会弹开耶。食物在瓦斯上，问题解决。小帮手果然是非常的厉害。小帮手，没礼貌哎，脚给我这样放。我是小帮狗，小帮狗，小帮狗。哇，现在已经现在是先在煮汤的部分，先煮滚的部分。开始喽，先煮滚的部分，开始吗？还是滚？还没滚了，再计。还有计时哦。对啊，真的非常专业，专业一点的。所以这一，我相信你这边应该很有信心了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所以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今天这把刀是？今天这把刀呢是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但这一把在使用上应该也是觉得非常的顺手。非常顺手。而且它的力度也很利，对，就是你的手要小心，少了一点那种野味。对，少了一点野味。但是它就是比较舒服。谢谢我们那个阿美族罗拉为我们的这个解释。处理一个，就像你现在这边好像又遇到了一点状况，就先把它处理掉。好，我们看看九渊到底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奶油要留一些哦，不要全部用。现在是要打开它，拿把。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准备你的炉具，就是你要先去准备，你要开始煮东西。对，两个人都那我用什么？不要跟我说我用那个什么炉。高山炉啊，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帮手在你旁边了，你可以问他怎么用啊。高山炉在哪里？就是这个。来，你问我怎么用？等一下，小帮手是不能出手的嘛，对不对？小帮手可以出手，可以出手，协助教学，至少要帮我煮这个吧。可以，我觉得我刚应该要抢一个卡式炉来的。这个没办法，不能假装什么都不会哦，然后吸引小帮手来帮忙。你到底会还是不会？我就不会啊，我就没有在下厨的。这个该不会要我要点的吧？想要那个认识我们九院的男生要想清楚，因为他根本不会煮菜。对，请想清楚，如果你不会煮菜。不要来找我，谢谢。哦、我们以后只能吃外卖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拉组这边已经开始在散步了。对啊，在散步啊。看起来是过得非常惬意。我要来拿个刀叉，就是搅一搅我们家。哦，好。玉米浓汤最重要的精华就是鸡蛋。太简单就对了。太简单 ，so easy。还好牛排不是我抽到。我已经闻到香味了，对不对？三合一的东西就是这样子，丢进去就好了。但是它有一些比较需要就是。小 paper， 小 paper， 比如说呢，就是你的玉米浓汤呢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对，就是你要把它加入牛奶，然后让它的水再稍微收干一点点，它就会格格的。哎呦，收干这个词都出来了，一定要收干的。OK， 收瓜，收筋，好，休息，播干。你不要再强迫自己讲台语了，拜托。哎呦，
曼宁组这边刚刚面已经下去了，没错。面的这个时间你大概会怎么抓呢？差不多就是跟包装一样，十一分钟。十一分钟、哦，包装有写。对 ，OK OK。后面都 OK OK。只要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罐头，舶来品，好不好？舶来品，写英文的，英文就是舶来品。好，就是炒个洋葱、啊、然后再面再下去，那 就好了。所以十一分钟后会有这个阶段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再來。你自己抓紧时间、啊，没有问题，错过就没有了。没有问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帮手又在责任组这边呢，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？金针菇，我觉得你可以，可能不能一次全下哦，就是你要分。现在是在炒这个金针菇的部分吗？那你 OK 吧？我知道，等下就不要起火，我就 OK。你似乎表现得一副很柔弱的样子，所以小帮手看起来都很想帮你。小帮手，你为什么要劝阻我的手？不是。怎样？小帮手走了，你就开始烦恼了吗？不是，我烦恼的点是他怎样叫熟？怎样叫熟？那我要全下吗？盛盘的地方在哪里？中盘的盘子，就这个吗？就这么随意。哦，所以说这么多的金针菇要放到这个碗，放不了吗？我就是喜欢九燕的这种挑战精神。还是要分两次？分两次好了，然后你可以选择用什么调味料？最上面的奶油了，还要调味料？要，不然它没味道。看起来我们现在三组的选手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帮助，不然就是本身的厨艺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睡的这个帐篷，它是 Mamo 的基地帐，我们借来那个花莲的丛林这边睡，非常的奢侈。对，它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睡到八个人。那另外呢，在这一边我们还有准备了另外一颗是 Mamo 的六人帐，这个帐篷里面的空间也非常大，而且它正面都是纱网，所以其实你如果外帐没有搭的话，是非常凉啦。尤其在崇德营，这等于是没有海拔的地方啊，其实也是蛮闷热的。所以可以看一下，它正面这个地方都是纱网，很舒服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罗拉这边准备好，你已经把它盖起来了是怎么样？你已经煮好了是不是？哎呦，这里面呢有我们需要用甜味的洋葱，以及原本就有附赠的一些料配料，还有呢，我们刚刚又打了两颗蛋花，对，以及加了我们的，那你帮他命个名吧，玉米浓汤。非常的，我觉得非常美味的一个名字，玉米浓汤，简洁有力，厉害。玉米浓汤左洋葱，左洋葱。那你还有下一道菜吗？没了，你就这样子。没错。OK， 好，下班。罗拉选手已经完成了。对，我还要去洗碗。OK。我现在看到一个那个我们的曼宁组这边十一分钟应该快过了吧？还没啦，还没十秒。你是怎样？世界比人家快、欸。他真的是有在计时，真的是。大师都是有这种。对啊，这个差不多可以吃个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。明天早餐也是吃那个。没错。明天晚餐，明天午餐。对，后天三餐。我们是节省的。我们节省的。对。没问题，不过这面还真香嘞。在物资贫乏的时代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。那罗拉，你这边太无聊了，所以想要来帮汤加点。我看一下，你想要来做什么？培根啊，在我们的汤里面再加点。哎呦，那你这个手起刀落，咻！手起刀落，眼睛扎都没扎过。这是你们阿美族的三刀吗？这是不确定是哪一组，但是是我们今天在同门乡买的三刀，所以对他非常满意。这个直接下去，真的是你的手下去就下去而已。所以你现在把这个再加到汤里面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再稍微把它就是剁个，就是集中，按照你的心情。对，剁一下。然后你又没事了。我就没事了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九燕组这边，食之无味。我怎么听到食之无味？我来了。现在怎么样？他在说服我一直加调味料。请问你有考虑过我们大家剩的感受吗？我想要走健康路线啊。然后嘞？只要舌头吃得开心，肾就不是问题。好，这也是有道理啊。你看，我们的马丁老师。反正我们今天去了三站七玩水，流一堆汗，也是该补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有马丁叔叔在旁边，我是不担心你，但我本来很担心。你知道我也担心我自己。马丁本身是会煮意大利面的人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。他本身是开意大利面店的。真的假的？不然你以为他怎么会有办法在旁边指导你？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个你这边马丁究竟能把你教到几成的功力？力挽狂澜，好不好？这边有状况，怎么了？你身边的问题吧。对，刚老天爷发火了，刚闪电了。哎呦，时间到了，我听到了。对，时间到了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我看一下这个面。先闷一下。先闷一下。对。好，好吧，那还不能看。要让它冷静。对。冷静。Calm down。刚就生气了。对。才会有嚼劲。那你现在这边拿培根，你是要？我想说，
我们要物尽其用。对，我们的培根买的稍稍的有点多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加到意大利面。哦，培根意大利面。对，没错。我听起来就饿了。而且是红酱培根意大利面。这舶来品吗？写英文的。对，舶来品。哦，刚刚在花莲港买的，花莲港买的。然后我刚刚听到好像那个曼玲族这边好像已经面已经煮好了，那我们过来看一下，究竟面已经好了。哎呦，对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沥干。先要沥干，你要怎么沥呢？就用这个手法。哎，那你沥你不是用把它挖出来哦？没有，我们以前是挖出来，但是这个锅子有个优点，怎么样？这个手把。然后再加上它的锅盖有这个孔，看到吗？有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倾斜，然后倒在小杯杯里面。好，你现在立我来看看究竟怎么立。好，你说你现在是这样子把它扣上吗？没错。好，再来，可以喽。扣上了。对，扣上了。盖子，来，然后我们放在这边。这个小洞这里。对，小洞这边。好，然后这样子。哇，好方便哦。这样你就不用再把它倒出来了。没错。直接这样就搞定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好了，感情都变好了，家庭和谐考试一百分，所以你直接等一下那个酱再倒下去，对，然后再炒，没错，就好了，你就不用再多做一个动作，对，现在全部沥出来了，没错，好，现在可以看里面哒哒哒，对，现在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很 Q 的感觉，没错，好，所以你接下来要来倒酱了，炒酱，对，好，可以啊，那我待会再来找你，我先去找一下九恩组这边，九恩呢，两个小帮手要在这里帮你了，究竟怎么回事呢？我来看看，这个很利的刀子，嘿，怎么样？切肉，嘿，怎么样？就是很，他表现得很不错，他表现不错吗？大厨有机会，我人生第一次切肉就献给这一盘了。好，哎呦 ，OK，Go。超大只哦，超大，这是鹅还是鹅？那是鹅，等一下，这是鹅还是鹅？你们现在是在？刚刚有一只鹅，但是我们发现它不是鹅，是两位选手。哇！等一下。到底，所以说每一个厨师遇到了鹅都会去。我把它抓起来了，我笑得好累。哎，曼玲选手不见了。耶，曼玲选手，那我们的意大利面煮了。意大利面煮直接失效。意大利面煮，他直接弃权了。他要进去，你的鹅怎么办？可是他还是会飞回来啊。他去别的灯光就好了。他撞到我，还是我先放到帐篷里面。好。好，哎，我刚刚被肘击了，你是被他肘击，你看红掉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请过来。啊，哎呦喂啊！好，你刚刚我帮你顾好你的面，没有重跑进去。好，谢谢。你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对，我安全哥。哦，我被味道吸引而来，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？下锅了就对了。要不要用我的盘？可以。所以你使用的这一个餐具，你是用到的是 GSI 的煎盘。对。所以煎盘你是专门用来第一个，你刚刚炒了这个奶油金针菇，然后接着你是奶金牛，还有这个夹子。夹子也是用 GSI 的，看起来跟刚好你女生的手来用是非常适合，比较好控制。刚大小刚好。嗯。好，要翻面。翻面怎么翻会吗？不是那样翻，就是一个慢。对。我没有那么厉害。疯狂，其实差不多两面都上色就可以起锅。哎呦，刚刚那个被鹅吓到落荒而逃的这个曼玲主厨的部分回来了。现在做到这个部分是炒洋葱。炒洋葱，我们看一下。爆香洋葱。洋葱先下去了。没错。好，接下来你要放什么？放培根好了。哎呦，培根。错，是要佐酱料的。没错。也下去了。对，下去了，一起给它下去。这个锅子是你刚刚用来立面的那个锅子。然后他接着你就继续炒东西，对，完全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哎呦，所以现在是在，炒培根爆香了，代炒，我们小帮手代炒，可以，我们没有作弊，我们是可以申请小帮手，好，有申请补助。那请问一下，罗拉主厨，你这边目前是？我这边就是在收一下我们的餐桌，所以你煮的东西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了，它已经开盖在旁边，就是纳凉，纳凉了。你要不要把它保温一下？我很担心，等一下我们吃的时候是冰的。没有，它还很烫哦，这个锅子非常的保温哦，非常保温，它不是随便给你凉就凉的，它是说热就包住那个热的，就包住热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小帮手，你现在在做的是怎么样？等一下，对，怎样？等一下，姿势要正确。等一下，姿势要正确。对，好不好吃不重要。对，牛排煎的怎么样不重要，重点是啥的时候姿势要对，姿势要对。哎呦，
似曾相识，就是舌头撒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撒出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生，我看你大部分的调味料都在外面，究竟有多少的盐有在桌上？这个我们等一下，好像有点风，有点风，测一下风向。好，稍微这个位置这样。所以这个原则上，这个盐一定要经过你的手肘，没有错，再下去才好吃。哎，对 ，OK 了，都撒在外面，不会。四位，四位，来吧。怎么样？经过了他手臂的这些汗水，还有我们盐巴玫瑰盐的结合呢，这个牛肉变得非常的有灵魂。所以现在意大利面已经跟酱拌炒在一起，哦，真的很香。它这个大概你炒都会炒抓多久时间呢？3分钟，三分钟就可以了。后面沥干，然后酱下去炒3分钟，对，就可以吃了。没错，这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道露营野营的料理。那我们谢谢曼玲组这边，九恩。你是选手，你现在是在帮我们的小帮手按摩吗？小帮手了。现在什么状况？你遇到了什么困难？你说说看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因为毕竟这个牛排这样子煎出来，大家都要吃哦，看起来真的是蛮美味的。对啊。但我肉太浪费了。我问你，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学起来？有啊。还有一块，还有一块牛排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按摩中，按摩中。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九燕来发挥呢？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请问？两位选手，你们是？我们已经完成了，你们已经完成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今天煮的料理是番茄培根肉酱意大利面，色香味俱全。色香味俱全。然后你那时候抽到的用具是大锅，我们总共是7人份，刚刚好。对，刚刚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曼玲组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接下来我来看一下罗拉组这边，你的汤在哪里？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上面那一粒一粒的是什么？这是已经为大家调味了非常美味的飞福椒。飞福椒。飞福椒。所以这道菜你给它取个名字叫怎么样？它叫做洋葱培根牛奶玉米浓汤。我、哦、靠，这听起来不得了。不得了。这也是舶来的感觉。绝对就是你喝一口，然后你就是全身会这样子。会抖抖抖抖抖。而且我们今天都是西餐了。对，那哎。欸中间这个哦，中间这边来来来，有哦有都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站在旁边是观赏，观赏，观赏这个精彩的演出。请问，哦，这样看起来我们三道菜都已经上桌了 ，OK， 所以大家都煮完了。好，我们刚刚大概是6:30开始，现在时间是7:30，一个小时。你们动作很快呢。现在看桌上大家的，应该都蛮有信心的吧？而且看我们九恩有3盘，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究竟是怎么样完成那3盘料理。我们先从我们刚刚最后一个抽到锅具的罗拉开始，你抽到的是什么样的锅具？我抽到的是中锅。OK， GSI 的中锅。那你煮的是玉米浓汤。哎呦，这道菜对你来说有困难吗？还好，毕竟就是看着后面的食谱。我看你很早就在纳凉了。好，所以你煮的是玉米浓汤。Yeah. 好，再来是我们的九燕，你做的菜是抽到的是煎排，然后我做的这个是骰子牛、奶油、金针菇。这你都讲的。你的菜还要人家提醒，没关系。这个是牛排。牛排、yes. 奶油、金针菇、骰子牛。是的，你做菜过程中有困难吗？没有困难，因为我完全感谢马丁老师。马丁老师，马丁老师，不过马丁老师在锅具上的使用应该是非常顺手啊。嗯，而且很快就可以热就可以熟。对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因为是别人煮的油。好，OK。那最后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，我看这是非常有冠军相的曼玲煮，你煮的菜，你收到的锅具是大锅，大锅聚会菜的大锅，没错。好，那你煮的这一道菜是番茄培根肉酱意大利面。哎呦，所以你在煮意大利面中间的，不管是煮面啊、沥水，还有最后的拌酱，都是用这个锅子。没错，一锅到底。一锅到底。对，一次搞定。一次搞定，差不多20-30分钟。所以煮这一道菜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困难。包装最困难，包装最困难。对对对对，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要来请到我们的评审，好，来帮我们评审一下我们今天的3位选手的料理，究竟谁会拿到冠军，谁会是最后一名呢？嗯，那我们现在我们评审马丁跟那个 Eric 现在要帮我们的3位选手来做评分喽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菜色，好，没什么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呢。要从罗拉的菜开始，嗨，慢慢的做评分。嗨，我们评分方式呢，就是两个人会先尝同一道菜，是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桌上有准备3个杯子，就是让他们漱口去味，然后再到下一道菜，是这样子。好，现在请开始。哦，很紧张的一个
画面哦。在这个舀汤的过程中呢，也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每个选手的所有动作，我们的厨师都会进行评分。哎呦，在下面还把它捡起来。哎呦，好看一下，他们现在开始在喝这个汤哦。哦，先用闻的。好，他们我也再另外介绍一下，马丁手上这个是 GSI 的折叠碗哦。它的好处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，你只要把它往下摊开，它就可以当一般的碗使用。平常呢，就可以把它折起来收起来，放在包包完全不占空间。那另外呢，Eric 呢，他这边用的是 GSI 的这个珐琅碗，珐琅碗就是漂亮，不用多说，而且非常有质感。看他们也吃的差不多了，两位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的答案先留在心里。啊，请两位保持严肃，不要随便露出你们的笑容，心里有数就好了哈。那我们准备要进行评分下一位选手，九燕选手的料理。你们可以先，我们有准备三个 GSI 的杯子，让你们漱口去味，好不好？我们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活动。哎呦，这个漱口的非常的专业，这个音量不得了，相信全世界的观众，圣母峰上的观众也有听到这个漱口的声音的。这杯子拿起来，我看也是非常的顺手，而且这颜色也是非常的鲜艳漂亮。现在我们要评分九燕的料理，评分九燕料理哈，九燕手上是有拿一把刀的，而且很利哦，而且很利，所以该怎么评分自己看着办。那九燕现在在做的是，他在把这个牛排在切片，来。好，现在牛排已经先入碗了，来，两位先生请享用，先看一下它的那个色泽啊，口感，先闻一下。哇，这个闻的，哇，这个笑容直接出来啊，这究竟是苦笑呢，还是喜极而泣呢？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啊，待会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马丁现在在，好，我们心里大概有数了。接下来是在金针菇的这个部分，奶油金针菇是吧？哎呦，还要再数哦，非常专业，非常专业。牛排的味道一定要洗掉，因为金针菇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。好，来了，来，我们现在看到金针菇在这边了，请入口。哎呦，这个要不要打骰子？你不能这样子，他们刚刚已经吃过牛肉了，不能再加一。好，我想他们这边应该在表情上非常的复杂，毕竟刚刚的牛肉搅了这么久，金针菇也搅了这么久。待会要再评分，我们曼玲选手的部分。你要偷录他想要偷吃我的？没有，你不能这样子挑战评审。你现在手都手到手的都纳入评分哦，我觉得你刚刚会让自己纳入一个危险的地方。评审心里有数了，好，OK，好。那我们最后一位选手的评分，我们曼玲选手煮的这个培根肉酱番茄意大利面 ，OK， 好。评审在数。好，刚刚的那个奶油金针菇还有牛排的味道先洗干净，然后要来品尝这个培根肉酱意大利面的部分。这个似乎有点玄机，他在把旁边的面夹起来之后，也沾了上面的一些调味料。哎呦，究竟怎么样呢？请评审品尝。哎呦，两个还对看了一下。不过我在看 Eric 这部分似乎是求生欲的表情，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就会知道会怎么样。哎呦，马上吃完，不得了不得了，这求生欲非常强烈，还要续碗是吧？No, 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是公平的。就在我们马丁评审在把他最后的一点意大利面吃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进入评分的阶段。刚刚已经品尝完我们那个三位选手的料理，有意大利面啊、玉米汤、牛排，还有金针菇，那也是很难得。今天终于是完全让女生来做菜，你们有当小帮手。那你们心里大概也有一点评分的吧？到底谁是第一名，谁是最后一名，或是谁的料理让你们最惊艳？那我待会就让你们直接面对我们三位选手，直接来发表 ，OK 吗？好，看你们没有动作就是 OK 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走到我们的料理前面，告诉大家。还没给我们讨论呢，对啊。哦，你们要讨论，好，对，好，你们讨论一下。觉得牛排真的好吃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小帮手很厉害。对，我必须要投给我自己。好像有10公斤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我受不了你们两位了，我肚子太饿了。还没讲完，知道吗？有十公斤真的没有关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投给你。好，你们决定要告诉他们。那我们等一下公布。好，等一下公布。怎么样？讨论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你们现在要来宣布了哦。现在来公布今天的第一名。第一名是。我们数到三一起。镜头先 take 掉。对。
怎么样？可以这边，这边是一号选手，嘿，二号，嘿，这就是我们的罗拉是一二三。赛事我们再预习一下，先把锅盖打开一下。来这个玉米汤啊，牛排金针菇的部分，那最后一个是意大利面。好来，咚咚咚咚，今天的第一名。是耶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欢乐的。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两个第一名？首先呢，我觉得其实二号呢表现得非常好。二号是第二号，他有失水准。对，有失水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好吃了。对，太好吃，所以。接下来我们还没公布第三名，第二，还是卡一下。到底是怎样？好，我的选择呢是一号。是因为呢，它表现得非常优秀，在一个那个香浓、奶香又纯的一个玉米浓汤里面呢。啊、不管，反正你就是喜欢喝玉米汤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OK。好啊，那个这个评审、啊，你现在怎么样？请问你为什么选择这样？评审，你在偷吃？在这边狗偷吃。你现在说这是什么状况？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来解释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听听看呢、啊。我第一名会选择它。选择它。原因没有其他的。对。就是、因为她是我女朋友、就是，所以你为了要活下去，我为了要活下去，为了就是好吃，我还能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名那个九人选手，你昨天在吃饭，九人选手你完全没有在乎这个比赛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最后一名，我们刚刚在赛前就说我们会有惩罚、嗯，那惩罚部分呢，我们明天早上就知道了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就不公布，或许是洗碗，或许是收帐篷，或许是要你走路回台北，这我们不知道，反正。明天见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，现在是早上6:18，我们要叫大家起床了。那通常我的习惯是叫大家起床呢，都有特别的方式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带你们去叫大家起床，走吧。三动，部队起床。